war is upon us. It is unending.各位大家好，我是雷娘啊。这次游戏还是偷偷我哈嘛，这个我之前在俾斯门的战役里边也通知过，这个帝国的战役我们要重启了，因为有一些 mod 它更新太慢，然后还有一些 mod 因为上一次俾斯门的更新，所以它没法继续使用了，我们的上个存档没法用，所以这个帝国的战役就要重新开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还是用帝国，然后基本打法还是不变，还是用 Car France， 就是皇帝本人做我们的那个就是初始的 Legendary Load。 然后这次呢，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就不要这个 Introduction 了，就不需要这个训练的任务了，我们就直接从战役正式开始。然后整个这个战役呢，就是因为上一次那个已经基本上到后期了，所以这个我们就算是第二季吧，所以别的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然后这个我们就跳过了。然后这一次的战役呢，准备走点不一样的路线，就是上一次我们一开始都是各地征服，各处打架，这一次呢，我想走稍微就是对矮人还有人类这些比较就是跟我们比较好的这些，跟我们关系上比较好的这些阵营，尽量搞好外交上的关系，然后一块打外族，因为这一次是。The greenskin threat is extinguished, sire. Yet the fight to secure your rule has only just begun. 因为这一次有那个 Beastmen 参与这个战役，所以把这个跳过吧。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尽量搞好关系，然后防止 Beastmen 进攻，因为这一次。Chaos 还是会从北边进攻的，然后南边又有 Beastmen，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两边的夹击。然后这一次的政策，这一次的外交政策就是我刚才说的，相对温和一些。然后我们先给皇帝招募一个兵，先把这边反对派给干掉。OK， 先招募这么多，然后剩下的钱我们可以招募一个 load。这次我增加了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新的这个 load 的这个 mode， 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就是招募一些新的那个新的这个就是英雄，然后给我们用。然后什么 construction cost 啊 ，leadership 减二，这个维持 hunter 我们等会儿再说。然后。这边是英雄，现在就可以直接招募的，也是 mod。我这一次呢，就是想走点不一样的，所以我看看能不能 public order。其实这个不错，这是也是一个新的 load， 是 visitor load， 是光明法不是，这不是光明法师，这是light。我觉得我自己把这个翻译成。圣光法师，然后另外一个 Bright 我就给翻译成 Bright， 这种我就给翻译成那个光明法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先招一个这个吧，他还可以增加 public order。 你看他直接把 public order 就给增加了，不过他这个头像有点朴实呀。然后顺便给他改个名，我看看我们谁预定的是 Light， 想起来了，Black History， 然后这都是上一季已经预定过角色了，然后到这一季他们又换了一些角色，然后给他也募一点兵。好了，就先这样，然后我们看下一回合，看这一次是有 Beastmen 参与到这个战役里的。
OK， 第一个任务是，知道了，就是让我跟这个阵营打败这个阵营的一支军队。没什么悬念，这一战先跳过。然后我们选择俘虏敌人，然后给我们增加了1000，他让我们打这个。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让我们先把这边给打了，我先给皇帝升个级，想直接把 Death Claw 点出来，就是施救，皇帝本人亲手养大的施救。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去打这个城镇，也是没什么悬念。这边还有个漏的是活着的，然后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所以增加一下我们人口的恢复率。刚才Further afield, there are rumors of a dark force rising in the east, spreading the taint of undeath. 好了，我不想听他说话了。Sources report that Middenheim is sending help to the secessionists in an effort to destabilize the empire, intercept their reinforcements, and demonstrate relations with foreign powers may be managed through diplomacy, my lord. 好了，好了，好了。废话真是太多了。其实我这一次我不是说好了要先搞一些关系吗？跟这边都先签订互不侵犯吧。这个阵营是没法跟他们签订的，因为一开始就是敌对的。OK。既然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他们就容易交易了，跟他们做那个贸易往来。I will listen, but my time is short. 他们要加这个，所以 alright. No, 哇，直接都可以拉他们进来了。不过现在有必要吗？没有，因为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跟人开战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挺烦的。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Empire. Now what? Okay.这些阵营都比较好处理，我看看能不能跟帝国圈的所有的阵营都先搞好关系。当然了，要钱嘛，要钱就给你一点，然后他们也帮我们打反对派。Approach and make your offer, but I make no promises to my assent. 不用了，他既然帮我们打架的话就先这样。不过我还是想了想，我还是得跟他们做这个 join war against。 这帮人在哪儿？哦，可以，没问题。好了，先这样，要求挺多这个阵营。 Yes. What?然后多给这个阵营募点兵吧。好了，我觉得可以招募一个。我想干嘛呢？我觉得可以招募一个英雄先出来 ，Witch Hunter。我还是想要加速的这个能力的，而且。就这样，然后给他的名字改一下，改成我自己的名字。S Reptilian Blazon Reptile Skin。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英雄，然后剩下的钱就先省起来吧。然后我们看看下一回合干什么。这边是一个任务战斗，所以我们早晚得做，但是现在军队，我好像刚才看到这边闪出来一个反对派的军队。
所以需要准备一下了。哦，建筑物，这个兵营建好了，然后可以招募一些军队了。Free company in spares。等等，现在要三回合是怎么回事？哦，那个军队本来就招募的比较慢吧。In the name of Magnus。好了，给皇帝这边招募一点兵，然后剩下的名额都给这边。需要两回合，两回合也得招募，然后来一个弓箭，再来一个，名额不够了，好吧。需要一个把这个点出来，这个是增加新雇的兵的老兵级别，可以考虑再招募一支军队出来。Grand Master， 这也是我们新增加的一个英雄的类型。可以看到他是这样 ，Grand Master 就是其实属于帝国的骑士阶级，但是他们是参加就是帝国的一种比武大赛，然后出名的，所以说他们就比较，这个是减少各种就是非战斗外的那个损伤的，然后所以说就是他们会就是作战比较，就是个人能力会比较强一点，但是指挥能力怎么样呢？这个看情况。然后我们给他分配一个角色 ，Kading Glowski， 哎 ，Kading Glowski Regius， 这也是上一季就有的人物，但是上一季他是一个普通的帝国指挥官。这一季他想换个角色，所以就给他换成这个。这个先这样，然后我们看下一回合。我们先不急着去做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我记得这边军队只能，就是你不能叫支援，你只能派一支军队去打他。但是我们现在实力没那么强。Yes. Okay. What? 皇帝这边需要一回合。What? 边是募兵还需要两回合，所以。This action does not have my consent. 先给皇帝这边暂时先不募那么多兵了吧。The nation calls. 我们把这边的部队稍微养起来一下。OK， Hide Banner， 这样调整一下顺序。OK， 然后大概就这样。我想到一件事儿，可以让我们的 Witch Hunter 去侦查一下，看看这边情况如何。Forward， 他们没军队出来。哦，我明白了，他们把这边给占了。不过那个矮人应该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跟矮人搞一下好点的政策。看看能不能，好吧，拒绝了。看看这支军队怎么样。好，互不侵犯，然后这样子可以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先去搞搞这边。然后我还想跟另外一个矮人也搞搞关系，看看怎么样。OK， 目前政治方面处的都不错。Greetings on behalf of the Empire. Now, what brings you here with a sheathed blade? OK。好了，这个国家的关系也搞好了，这个小省会 ，Ready， Witch Hunter 暂时就留到这儿吧，我们看下回合。他们居然去找反对派，居然去找矮人的麻烦了。我现在开始想，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往这边扩张一下，搞他们一下。哎呦，诺尔，我很想把诺尔拉到我的阵营里边，但是。这是，我很想把诺尔
就是 Nolan 还是诺尔，就是搞到我的这个阵营里边，因为 I will listen, 哎呀 my time is short. 但是他们这边的怎么说吧，就是他们的工程技术非常发达，而且把他们拉到我的，就是我想搞这个，就让他们加入我的阵营，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得到他们的工程技术还有他们的特殊兵种，但是目前的话只能跟他们做生意，先这样吧。我特别喜欢诺尔这个国家的工业技术，不是一般的发达，他们是帝国就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就是帝国圈里边数一数二的工业国家，尤其是那个诺尔，就是虽然这个诺尔还是 Nolan, 反正我具体读音我记不太清了，有人念诺尔也有人念 Nolan, 就是他这个城市的是帝国的那个工程大学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或者说是工程学校工程学院，对，这样子里边有好多矮人的工匠在里边干活。所以有可能的话我这个先不招募，有可能的话我很想把他们给那个招到我的那个就是这个联邦里边。看看这个是光明法师，其实我在考虑我可能需要一个光明法师，不过现在呢我觉得我更需要一个，对，我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技能了，所以我们先招募一个武僧出来，然后给他改一个名字，叫我看看谁是武僧。OK, 看到了 Janital, Janital Baron, 这个是 Baron,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就是障碍的意思。好了，然后他在上一季的剧情里边也是个武僧，所以这一季继续让他当武僧。不过我一直就是想吐槽的，就是武僧全都长得一样，对吧？你看武僧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你看，比如其他的 Witch Hunter 长得还是有差别的，包括这个 Captain, 还有这个法师，好吧，你看法师好吧，那长得也都差不多，但是就是他这几个有些变化，就感觉是没什么变化。好了，这一回合就这样，我们看下一回合。其实我倒想到了一个把诺伦拉进来的好主意，就是给他们钱，但是我们现在自己的钱也不多，所以我们得等我们的收入提高了以后，我们再把这个诺伦这个叫 Wishland 再把他们给拉进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觉得越拖他那边军队可能会越强，所以我们也不能拖得太久了，但是我确实需要先把这边的几支部队养起来。OK, 我知道下一回合该干嘛了。这边造一个增加一个 public order, 然后皇帝本人出来一下 assassinate, 哎呦，效果比较低啊，不过试试。哦，漂亮，成功了，这边没有漏的了，这边没有漏的了，皇帝可以考虑进来打一波 assassinate, 这个要点满，这个我觉得一开始要把这个能力点满。
皇帝要出来平定叛乱什么来着的，大概那个意思。好了，这边募兵都募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等下一回合了。这边被打了，这个 Island 被打了，我得看一下 Rixland 我还有哪两个地方没有占，这两个地方需要解放掉。 By the comet. Praise Sigmar. 这两支部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模式，To the provinces. 我觉得可以来一下，再来看看骑兵有点多了，步兵需要增加一点，来个 free company， 再来一个远程部队，有多少？不是很多，再来一个远程部队，然后再来一个 hire barriers。 Not likely. I will not obey. What? 我觉得这边现在暂时打不过他的感觉。Ready. Preparing rites of exorcism. The Empire. 现在他这边的兵力稍微多一点了，所以给皇帝需要募一点部队了。让我想想。Free Company. 就这样。So.就这样，等下一回合。嘿，杜纳斯，移民，还是点上吧。The nation calls. Follow the winds.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过来了，巴托尼亚居然过来了，我不太想让他找我的麻烦，因为这边是我要打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战术了。OK， 先这样。What? I'll ignore that. Seek out the heretics. 成功率不算很高。Judgment is death. 又成功了。哎呀，这个技能点满吧。然后，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鬼的成功率啊？他这里边有多少军队？不多，可以让皇帝来考虑打一下看看。可以打赢，所以这一场我们手动操作。Rixguard 用好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不过他的这个援军有600，不过我们干掉他们一个 load。 我们先用 Witch Hunter 干掉他一个 load， 所以游戏非常游戏。然后我觉得我们近战单位不少，远程单位稍微有点缺，所以把远程单位编成一个队集中火力吧。然后 Rixguard 的话主要是做侧翼攻击，然后让轻骑兵去做骚扰 就应该可以，因为轻骑兵比较容易被包围。 Rixguard 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然后再加上皇帝本人现在比较强，理论上我就是我不要哥布林，我觉得这个已经够好了。我觉得皇帝本人一个可以打好多。然后
For Aldorf. Spearman 跟觉得 Spearman 的话这边来，然后远程单位的话稍微靠中间一点，因为这边侧翼去伏击，然后 Rexguard Knights 就是 Rexguard Knights 就稍微机动一点。 OK， 机动个毛线的。Rexguard Knight 先过去，然后哦 Unbreakable 这个是给友军增加能力的，等会儿再用，我们现在先不用上这些技能。 Awaiting orders， 先是等一下整队。刚才那边有一队我看到了 Heldenhammer， 看看能不能先放一个。对，就是这个意思，先远程来一下，然后 Rexguard 把他们引过来，再来一个。他们的骑兵也想来搞事儿，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的。可以上了。Rexguard 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然后退回来。Rexguard 来这边。Ready for war! Soldiers of the Empire! Halberdiers! Sir! 皇帝本人来一下。这边回来，这边来回冲他们几下。好了，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Rexguard 这战斗力是现在他们这边没有任何军队能赶得上我们的战斗力，然后这边的话就来打这边。然后Rexguard 就这样子来回迂回，然后到这个位置以后再迂回到这边来，这边来帮个忙，看 Smash them aside。 皇帝本人可以再来一下，给这边加个 buff， 然后火球，火球往这边来看，咻！Ready to fire! Sigmar, call! Sigmar!
do you bid? Sigmar calls. We are Sigmar. 战斗力现在是没法比的。Riksgard 呢 ？OK， Riksgard 可以退了。好了，这边 Riksgard 要跑一下。好了，皇帝这边打的基本上可以了，让皇帝来这边处理一下。这边基本上散了。火枪队这边射得很舒服，因为现在视野拉开了。这感觉非常爽，看看皇帝，皇帝把这边追的快追死了。啊，这边有一只小部队在找麻烦。Riksgard 剩下的这些可以回来一下，帮个忙。下降一下他们的士气，看这边剩下这一点 Riksgard 和轻骑兵就够对付他们。跑吧，都跑吧。来一发。My subjects call. OK。Yes, General. 这边都打赢了，基本上。皇帝回这边吧。By Ulrich's wrath, the Empire ends. 好了，敌人彻底撤了，赢了。虽然说打的稍微有那么点惊险，不过这战斗才有意思。损失470，然后打了对面778，然后再加上427，然后但是对面部署的兵力是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两倍，但是我们就用不到1000的部队把他们给干掉了。所以看 Riksgard 干掉232个，这战斗力。这战斗力是没什么说的。是赢的，这赢的是没什么说的了。等军队慢慢恢复一下吧。Who calls? 可以升级这边了，增加 growth。The nation calls. Winds blow strong.I will not blight my soul. 所以烦他们这样子来找我麻烦了，不过他们兵力不多。What? This action does not have my consent. 皇帝升级了 ，Leader of the Men， 把这个点出来，然后 ，Fired， 这个技能可以点出来，然后光明这边可以再点出来一个，让敌人不能移动，这个技能比较不错。然后看看
下一个回合怎么样。哦，比斯特曼出来了，哦，兵力有点多。My lord, a rival power desires a change in your mutual relations. Okay. 这个地方要惨喽，被比斯特曼盯上，从来不是什么好事。I am a soul keeper. 啊。还可以，我这好像。A wise move。我这感觉好像走的不对。其实我是想来打这边的。By the comet。好像走错路了。不过没事。Absolutely not。可以。再看一下。Never. Summon the electric counts. Summon the electric counts. Yes. Step to it. 让我去搞点事去。What? 皇帝这边暂时不募兵了，先把这些军队养好再说。啊，至于这边呢，我还需要一些远程单位。先这样，刚才走偏了一点路。下一回合。哎呦，这个比斯特曼来的有点早哎。他们可能会往我这边，我总觉得他们会往我这边推进。不过其他国家应该也不会放着他不管，但是其他国家的势力我。Human， 我操，那几个阵营应该是合并了，他不可能一下子灭这么多。What do you want of me? OK， 这回可以了。Die！ 一定。Them will take them。Slay with magic。这边暂时不能这样打，他的圈在这儿，下一回合来帮他，然后这一回合在这边out of 可以升级了，应该没什么人会打我们这边，暂时以防万一，还是让我们的武僧去看一下。好了，暂时没人。然后刺杀成功率不高，但是可以尝试。失败。没事。然后皇帝这边可以先募点兵吧。还是算了，先恢复一下。Kill the Empire. Punish them. Sim will take them. 这边是。Die. 没事，我只是确认一下，看看他是不是那个东西，他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是不是就是攻城战？看样子不是。好了，先这样。看看下一回合。无论如何，先把 Rick's Land 给那个 secure 了再说。比斯特曼好像没什么动静，刚才。啊 ？A strategic overview. Technical reached. 啊？哦，不是没有动静，比斯特曼是那个扎营了。扎营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比斯特曼的。加 speed, leadership， 觉得要增加 leadership。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先移动过来，然后一会儿让他们两个打这边，我们先看看这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成功率不高啊。
By the comet. 皇帝，要不招募点兵吧？我们刚才有点缺远程单位，所以再来一个，然后就没啥了。Kill. Punish them. 这个战斗不能支援吗？Die. To the provinces. On march. 我看看。好了，这回可以了。他是需要那个攻击的部队可以直接从这个海岛上面攻击，但是不是这个岛上面攻击，但是你支援的部队还是必须得站到旁边。他是这样子的模式。嗯，又学了个新东西。看看我们来一场。所以第一期因为新的第一季的第一期我就战斗稍微多一点，要不然看着不过瘾。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是尽量保持在一个小时内吧一期。哎，等等，没有支援，我刚才以为他们有支援呢。这个没头像有点烦，不过看下面就行了。希望他会更新一下。哎，赌一下，反正现在更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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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他这个头像其实还挺不错的嘛，虽然现在只有一个技能，不过，嗯哼，也就这样了。哦，他们可以站到前面去。We are Sigmar's heirs. 然后看看这个，让他带地面部队吧。Gather the acolytes. Free Company 比较适合给他带上，我觉得。法师嘛，带上。不对。We are ready. 还是分两支吧，分两支这样子可以。两边都搞一下，他们这边放一堆，然后这边放一堆，然后骑兵的话，因为是轻骑兵，所以两队都这样吧。等我们的友军过来 ，OK， 友军五圣带上这些上这儿来。然后到这边来，我们把武圣整哪儿去了？哎，武圣的部队都到这边来，然后远程部队上山。这个然后剩余的骑兵都过来，这个也跟第一队编到一起去，然后你们到这儿，然后看看武圣没什么技能，可以远程先给他一发试试。来这边，对。OK， 射过去了。哎呀，没中。不过没事，问题不大。我们的骑兵也来了。好了，开打了。这边就是这样，来这边，准备偷袭，到这边。
这边打过去，然后这边的骑兵偷袭去，就是这样的战术。OK， 我们看一下，轻骑兵打弓箭还是够的，哦，帅。然后这边冲这边，这可以当远程部队用，这是 Free Company Pistol， 他们带手枪的。嗯哼，很好。他们的距离比较远，可以来一波，然后从这边夹击。OK， 来了，看你们往哪儿跑，撞飞一群 Sigmar，Die Traitor， 好了，我都没看到我们的武圣在哪儿的，他在哪儿？啊，在这儿，这儿，他长得跟其他的兵有点像，所以不太容易看清他。好了 ，end battle， 这一场打得很顺利，基本上没怎么损失人。我看看，骑兵杀的还是最多的，因为骑兵。如果找好攻击的角度的话是非常厉害的，远程部队没有任何损失。这对 pistol 也挺厉害的，他们就可以直接当远程部队，也不是远程部队，就是可以当远，可以在比较相对安全的位置输出，如果打近战的话，如果打别对方的近战部队的话。嗯，很好。Loot. My will is bound. Okay. Now. 这边升级了，我看看他有什么技能。先把战马给他点出来，然后，然后还有一个点儿。觉得还是点这个技能出来吧，给友军增加能力。What？ 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怎么损失。So be it. Step to it. 回去一下，准备支援友军的作战。Bring me to my men. 皇帝本人的话。没什么钱招募了，所以还是给他们招募点兵吧。缺什么？远程部队是不怎么缺了，还是来一点近战吧。看看，没钱不能招募，再来个 free company。OK， 那好，那就是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所有内容了，我想。然后我们下期再见。然后我是雷娘。这是托托沃沃哈嘛，然后起个名字，然后我们存个档，然后下期见。